何文田属于传统高尚住宅区，当中京士柏道矗立多个代表性豪宅。由于位置偏离繁嚣地段，区内平日人流清简，多年来被视为市区难得的豪宅国度。位于京士柏卫理道18号的君怡峰，全个屋苑有8座大厦，提供700个单位，户型主打3房连主人套房及4房两套房，住客可以在单位露台俯瞰市区景致，高层同个别单位享有维港烟花夜景，无遮挡视野，分外迷人。有别于市区密密麻麻的生活空间，是区内绝无仅有的低密度豪宅。值得留意，京士柏一带有多个著名私人会所，大部分与运动息息相关，而京士柏曲棍球场更加是香港著名曲棍球场。君怡峰位处九龙31校网，代表学府包括拔萃女书院、九龙华隐书院和培正中学等等，令区内豪宅活力、书卷气两者兼备，对家长客而言，实属莫大吸引力。